哦，连到这个梁山根，十根，那个人还有个十根南瓜弯吗？哦，好小啊。对，小根的。啊，那我们还是把它留着吧。哎，哎，走，好。哎呦。哇，好冷哈，爸爸。嗯，哦，今天我给你吧。哇塞，新年，我起来一点，新年的第一次冬笋。你是熊掌啊？哇，玩了那么多啊！嗯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到了西根。哦，自个儿的冬笋，把自个儿的冬笋起码卖30块钱，我跟你说。哇，你现在一会儿你就找到20块钱了。自个儿你在市面上，你拿起钱百块钱都买不到。没得的，现在还。对啊，一下最好一多要赚一点。这个可以数一顿没有吧？可以数一顿喽。今年子第一顿冬笋，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挖的。在7月份哈。哦，下个月才有正常的收。10000应该是10000，这叫。想到饱了，想到了多少白菜啊？天降美食噶。3个冬笋。美食从天而降。六七身体呀，我的六身体身体，这个好冷喽，是不是了？哦，这个尖尖你看不画图了，我的天嘞！这个呀，里边谁打的一根又快一点？哇，好！一会儿就得快点，快点！你放心，煮汤来说没得问题的，香得很。先把这个汤能熬起。我给幺给洗澡了，你再弄哈，我就一根了。这根好小啊。嘿，这个冬笋儿。嘿。冬笋儿毛多肉少啊。哎呀。哦哟，可可弄大堆。得好低一点喽，这个只能喂汤，这个不敢炒。好了哟。哎，爸，这个还要先把汤熬起来个。这个煮汤烧不能油了哇。这眼毛的眼毛略微之湿，那怎么样写日子吧？那么活熊就那下雨了。你看嘛，这染的凶得很，活都。那你染了活，然后我把下雨了。这个泡姐，你怕一不？我不要那么多饭。吃了再做肉啊，不要那么多饭。嗯。来，老师傅，等我蒸了肉，这个煮的嫩。嗯。看那点儿，嗯。
冬枣。喂。好酸哦。是啊。这个东西好玩吗？还是这个收益好玩？你上次顶针花还是顶下花？老婆婆，老公来了。都好的。嗯不扣死今天晚上。没事，少了少了。算了，算了，爸爸都不点，你就不点了。